一娃娃，一娃娃，他粉黛花无数盘，无数盘，二七二八姑娘家，姑娘家，珍珠哥哥玩耍耍，骑妈妈，三七三八媳妇儿家，媳妇儿家，不离不弃生娃娃，生娃娃，四七四八婆娘家，婆娘家，哥哥把我撇下来，撇下来。七呀，七八呀，小女子我呀，擦粉油黛花。无数盘，无数盘，二七二八姑娘家，姑娘家，珍珠哥哥玩耍耍，骑妈妈，三七三八媳妇儿家，媳妇儿家，不离不弃生娃娃，生娃娃，四七四八婆娘家，婆娘家，哥哥把我撇下来，撇下来。哥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。嫂子她是……住口！她不是你嫂子。哥，这事儿，荷花，爸，我……你狗日干的好事！怎么着？那野种掉了，回头找你算账。宝国，咱们走。爸，嫂子她伤倒不要紧，动了胎气，娃怕保不住。也许这样更好。混账！亏你说我，哎，弄不好要了荷花的命。爸，那咋办呢？这是保胎的秘方，我给嫂子端过去。慢着，还缺一位药引子。啊，啥药引子？人血。人血？你聋了？哦，我听清了。可现在到哪儿找人血呀？念书念糊涂了，人血当然在人身上。爸，是要我的血吗？你是娃的亲爸，当然要你的血。爸，你来吧。自己的娃，自己割。哎呀！连个土匪的女人都不如，我给田川的老婆去接生，那女人她就一声不吭。
别生治国的气，他是气糊涂了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爸不好，都是爸的错。爸，对不住你。荷花，要骂你就痛痛快快的把爸骂一顿，别憋在心里边，那对娃不好啊。什么？你说爸给荷花吃了保胎药？行，我天天踢，我月月踢，我就不信他能保住那个野种。哥，你怎么能对嫂子那么狠毒呢？你完了，怪了，他干了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你跟爸还护着他。哥，嫂子她是委屈的，我才委屈呢。他怀了野种，他还委屈。哥，那不是野种，那是咱金家的血脉。金家的血脉？你说他是金家的血脉？嗯，宝国，我不行，我知道。他怎么可能是金家的血脉啊？哥，你听我说。你在骗我，你这么说都是为了帮他，对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哥，是真的。好兄弟，宝国，你说你在骗我，你说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，说呀啊！哥，我做的事情，我的，不可能！你说你在骗我，你说呀！哥，我对不住你。哥，别打我哥，我不是你哥。就，列祖列宗，保佑我们金家平安吧。列祖列宗，保佑我们金家平安吧。列祖列宗，求你了！你要对嫂子好一点。宝国，
兄弟，好兄弟，兄弟，你醒醒！宝国，宝国，爸，大哥会去哪儿？他不会出事儿吧？我知道治国在哪。爸，师哥，师哥。去，我跟你哥单独有话说。哥，没你事儿。爸，滚！金郎中，我跟你说。从今以后，咱俩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不再是我爸，我也不再是你儿子。你记住了。你上哪儿？你管不着。你是我儿子，我不是你儿子。啊，好好，志国，回家吧。回家。去给那个野种当爸啊？不是野种，是咱金家的种。金家的种，你就是为了这个，让你的儿子去当乌龟啊？志国，爸这都是为你呀，你为了。你为了我，他为了我，你为了我，秦郎中。你想知道荷花肚子里怀的野种是男是女吗？你看出来了，狗日的金郎中！对对，狗日的金郎中。金郎中，我告诉你，你有孙子了，亲亲的孙子。哥，哥，志国，我把孩子打掉，你留下来。金郎中会答应吗？志国，我是你的女人。
你不能不要我！你不是我的女人，你是金家的女人。嫂子，兰珠哥，兰珠哥，爸，别管他，由他去吧。 我哥还会不会回来呀？荷花，刚才他跟你说啥？他说我不是他的女人，我是金家的女人。 金姐，对不住你。吃奶酪。 土狼，好好学着点，看王叔咋喂奶呢。今后啊，我和王叔不在山上的时候，这喂娃的差事就落到你头上了。哎，还得记住啊，一天还要喂三顿山楂水。三顿山楂水。嗯，王叔，你说怪不怪？这养河中鱼的娃倒养出感情来了。养狗都有感情的，还别说人了。是啊。 给你，嗯，哎呦，哎呀，飘云呐！哎，王叔，想啥呢？想儿子和孙女了。我那宝贝孙女宝珠。 周岁的时候，他爸把他抱到城墙上，我们见了一面。光阴似箭，转眼7年了。王叔，咱们去趟西安吧，让你和儿子、孙女见一面。王叔，晚上在哪儿落脚？哪还有比在女人怀里更舒服的地方？ 过来，干什么呀？这是啊，下次来了。哎呦，这个爷，哎呦，爷来来来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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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你说啥？笑什么笑？没有，金爷。敢问金爷，您在黄州做啥生意啊？黑生意。哟。
那金爷家可有大钱了，吃穿不愁啊。没钱。不是金志国吗？跑这儿干什么？小兄弟，有话好好说嘛。你是谁？你管得着吗？我是谁？哎呦，哎呦，爷，这下有话跟我讲了吧？他玩了我女人，不给钱。他，逛窑子。这钱够吗？两个女人呢。对，这回够了吧？梅山，搀上金先生，咱们走。走，金先生。既然金先生不愿意说来黄州的缘由，我们也不勉强了。先生，金先生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凭你的本事，在黄州城能赚大钱，有钱才能活出个人样来。好，咱们后会有期，走。宝珠，快叫爷爷呀！爸爸，你不是说爷爷死了吗？啊，是啊，你爷爷是死了，可叫人是礼貌啊。爷爷好。哎，好，好，爷爷想听你再叫一声，爷爷好。哎，好，好，好孩子，真是好孩子啊。爷爷，你怎么流眼泪了？啊，哦，这城墙上风大，爷爷让风给吹的。宝珠啊，来，赶紧下来，你去到那边去玩去啊。爸爸跟爷爷说会话啊。爸，啊，你老多了。岁月催人老啊。爸，我们可以上山去看你吗？不行。自从你爸上了青龙山，就再也不是以前那个王锦鹏了，而是一群大家劫舍、杀富济贫的土匪的军师。那
您可以到西安来看我们吗？哎，儿啊，爸这次来见你就是个错误，多见面只能徒增思念之苦啊。哼，这样的错误爸不会再犯了。天山，王叔，再抱抱宝珠吧。不啦，好孩子，听爸爸的话啊。嗯，走了。金先生，最近生意怎么样呢？啊，你们把这白灯笼挂在门口，哪个病人敢来呀？嘿嘿，有人敢来，那才叫稀奇呢。谁让你们把好好的个大活人看成死人呢？你们给我出去，我们家不欢迎你们。你不想见我吗？这由不得你。我们何探长说了，我们保安团的任务就是要保一方平安。实话跟你说，我们兄弟们隔三差五的来一趟，你们再来我就把门给关了。嘿，看看这是什么呀？这可是开门的金钥匙呀。嘿，走。爸，何忠于欺人太甚了。宝国，上次那个话你怎么说来着？啥话？就是什么什么国家、个人，无论是个人、家庭还是国家，只有自身强大了，才能够不被人欺负，才能够当家做主。有点意思。咋样？神了，果然是个带把的。志国比我有出息呀，他没把脉，只看了荷花一眼，就知道是个带把的。我哥他死不了，会来找咱们的。父子连着心呢。爸，哥走了，嫂子也，我想去西安办工厂。八国，你真的要走？我已经和西安的朋友联系好了，我准备明天就走。可是你一走，爸咋办？如烟和小豹子咋办？还有我肚子。我肚子里的娃咋办呢？走。爸。走。咱们全家一起走。你说啥？虽说是故土难离，可是咱们不离开这个小地方，金姐就是死路一条。他何忠宇不是有个保安团保一方平安吗？他管不着西安的事吧？他就是手再长，他也升不到西安城。嗯，宝国，你不是常说，不论是个人、家庭还是民族，如果不够强大，就要受人欺负吗？
我们守在这个双龙镇，老金家靠什么强大？五味散。如果咱们老在的这个小地方，不是埋没了五味散和神仙膏吗？包括你要去西安办工厂，正好我和荷花开个药店，互相有个照应。到那时候，没有保安团，没有土匪，那日子该多好。可是爸，志国不知道咱们在哪儿，他咋找咱呀？凭着爸的医术，还有五味散、神仙膏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咱们老金家就会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老金家名满西安城，到那时候还愁治国找不着咱们？说走就走，你们收拾东西，明天一早就启程。爸，咱家房咋办呢？房子留给何中鱼吧。哦，哎，来，老公。哎。哦，看，嗯。别哭起来没完没了的啊！都这么久了，也不知道他们是生是死。哎呀，怎么不是又有孩子了吗？这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也不能再哭了。要不真生个林黛玉出来，整天以泪洗面的，烦都把人烦死。报告，什么事儿？金龙公子。啥？走了？去！报告团长，搜查遍了，啥都没有。他们能跑到哪儿去呢？爸，嫂子，西安到了。这就是西安，爸。啊，这就是西安。到了。嗯，看，看，哎，我的妈，看，驾。
西安，我来了。哎，爸，嫂子，这是我同学家的房子。我同学说了，咱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爸，你住这间。嫂子，你和小豹子、如烟呢，住中间这一间，后面还有间小的，我住。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，明天我就看房去。爸，那买套房子得不少钱呢。银子我倒还有一些，不过那钱留着给保国办工厂吧。嫂子，爸，我那几个同学啊，都争着要做股东，我办工厂了，我不愁钱。爸，想啥呢？房子。小心！哎，我来。哎呀，你呀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你要非常小心才行的。哎，又一笔大买卖吧？你咋知道？你呀，脸上写着呢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纺织厂啊，照这样发展下去，那一定是大有前途。到时候金保国工业救国的理想就不再是个空谈了。咋了？他在踢我呢。他？有时候我还能感觉到他的心跳。真的？不信你试试。我听听。哎，真的，我听到了，荷花。宝国。以后你就叫我荷花吧。不，你是我嫂子。我去找我爸。您是外感风寒，内伤饮食啊，爆发火眼，口舌生疮啊，大便秘结，小便赤。哎，您坐啊。我哎，不，您把您，哎，不管您是外感风寒，内伤饮食啊，哎，爆发火眼，口舌生疮啊，大便秘结，小便赤黄，您无论你是外感风寒，内伤饮食啊，爆发火眼，口舌生疮啊。爸，看见了吧？没人找你爸看病。为啥？为啥？那西安的郎中都坐在家里，大妈大样在堂里看病呢。像我，背个破箱箱。咱不是没房吗？没房咱就回。爸，等等我。好房子，爸，看出这房子了。不要说这么好的房子咱买不起，就是咱买得起啊，人家也不见得卖呢。走吧。
哎哎，老哥，啊，这眼房子能值多少钱？这房子呀，金山银山他也不卖啊。此话怎讲？这王姓人家有的是钱嘞。再说，这是先人留下的祖业，卖了不是愧对先人了吗？爸，走吧。啊啊啊！先人们，我这么做全是为了金家，我实在是不得已啊。冰糖葫芦，我去工厂了。哎，宝国，爸忘带药箱了，咋给人看病啊？我给他送去。依依依，你看我跳绳吧。你跳绳？好，你跳，我看。哎，哎，嗯，跳。嗯，跳得好。哎，小姑娘，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呢？我和爸爸。哦，那你妈妈呢？妈妈和奶奶在睡觉。他们白天睡觉啊？在妈妈卖的粉地睡觉。哦哦。你和你爸就住这么大医院房子？好多好多房子都闲着呢。哎，你爸干啥去了？我爸爸到城墙上遛鸟去了。哦，遛鸟去了。哎，你看，冰糖葫芦。你看吧，我说他会来吧，我每天都买他的冰糖葫芦吃。嗯，今天。爷爷请你吃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你跳绳跳得好啊！真的吗？那谢谢爷爷。哎，别客气，等着啊。哎，来两串。好，来，钱自己拿吧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嗯，来，你一串，我一串，啊。下雪，六月六六四场，
说什么也要拉着你的手，说好不分手，说好不分手，再拉紧口口拉手手。大风吹来你走不走，说什么也要拉着你的手，说好不分手，说好不分手，再拉紧口口拉手手。紧口口拉，收手。